快死掉的感觉，亮亮了吗？其实我跟他都有在暗中较劲，因为我没有把他当女生。我要赢。我赢。开计时，没有了，各就各位。啊，一是这里哦。各就各位 ，Ready， 慢场 ，Go。好 ，Two，One，Two，One，Two，One， 不急哦，慢哦。歪了，用一点，用一点 ，One，Two， 用一点 ，One，Two，One， 慢场哦，用一点，不急哦 ，One，Two， 左一点，左一点，这样。把桨盖好，你看一下，你看，抓其实没有很快，就讲你比较好一下。不要，要就是给他一点，不要一直要，给他一点信心，给他一点信心。坐，走吧，好，直线，加油，用力，加油，加油。我要赢。在滑的过程，我其实一直用余光瞄瞄 Kid 和艾美，我就说，哦，我们有超过，我们超过了。其实我跟他都有在暗中较劲，因为我没有把他当女生。如果我们要两个一对，你最想跟谁成对？瑞玛，她是我小时候的女神啊，不是小时候，她从那个进入演艺圈，我看到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就是我女神。我赢啊！我赢！我赢！你作弊！你没让过去！赶紧过来听！你再让我提醒，我那边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我让我让我。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女生的奖评太漂亮了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动作好美哦。他们有找到他们的节奏，耶！哎，节奏找到就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是节奏，真的是节奏，对，是节奏。我觉得中间有点慌掉，然后就开始这样，我晃过，又飘，我抓回来，我抓回来，没错，比我想象好，真的不错，真的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各位。对，差一点点，漂亮。漂亮的不得了，很厉害！哎，一瞬间的事情，真的漂亮漂亮，快死掉的感觉，漂亮漂亮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棒啊！你们讲，你们超漂亮的，整个拉上来了。钟瑶，还感觉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你们刚刚的节奏很好，真的吗？真的很好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哇，刚才别的也是很好吧？你们的奖评跟节奏很漂亮，真的，真的，前面很乱。讲一下你们两个女生哎，啊，真的耶，完全没有想到输给 Kid。哎呀，耶，谢谢谢谢 ，Good job。我看你们隔壁的教练哦，奖评蛮慢的，但好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们就是漫长，他们漫长没有，他是没有认真，他们没有认真。对啊，这样讲好了，你们刚刚啊，我觉得我知道你们很想要滑快，可是你们两个人啊一直在晃。你们刚刚的晃啊，你们刚刚的晃是一直前后晃，一直前后前后晃。我会晃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影片你可以去看，你们的船型一直这样，哦，浪费力气，浪费力气，很浪费力气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慢慢滑长桨不一定会是是，所以我才刚刚提醒你们说不要赶，不要赶。那刚刚百八教练就告诉我们说这样会比较慢，因为你的船会跳，你的船会跳的时候，你等于说。会很耗力，然后跟船的那个速度就起不来，我们的速度就掉下来了。前面有一点乱，但后面其实我们抓到 tempo 很快。我相信，假如再多个100公尺或是50公尺的话，其实我们是可以超过他们的。跟艾美，我们就是真的是以一个指头就差输他们，而且我们两个找到我们属于自己的 run， 然后是大家就是可以喝彩，觉得
那个奖品很漂亮，那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是最大的赢家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准备第二轮下水喽。我跟你哈，好，我先。我们前面先滑顺，对，就先把节奏带出来就好。好。你滑右桨。好。滑右桨。好。推一点哦，对吗？推一点哦，超走了。超线喽，超线喽。把鼓哦，把鼓哦。准备好了。Ready?对，身体摆动，左右，左右就好，左右就好，对，就这样顺着就好，左右就好，对，到你的，到你的，不要喊，你不要往后跑，身体摆动，身体摆动，身体摆动就好了 ，good， good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想停节奏，节奏继续啦，不要变，不要变，节奏做好，节奏做好，稳住就好了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加油，加油，抓腿，抓腿，抓腿，每一桨都要抓到，稳的就好了，不要紧，稳的就好，稳住，这样子很好，加油，吹到，吹到了，最后二十五。对，身体身体，稳稳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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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哇，对，不行，好累啊。第一桨反对下太大力，是啊，感觉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滑同一边的。速度没有出来，所以前面的十桨反而感觉比较慢。对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不错不错，很有节奏，很稳呢，不错不错，你感受如何？就我们是不是一开始感觉船动得太上下多，起步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点用力不平均。哦，我觉得没有抓到合力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就是没合力，差在这里。你们看起来有一样节奏。可是力量没有一致。哦，那不用起来，我们再去试一次。我们先上来，先上来休息一下，上来休息一下。我想问看大家，跟第一次我们在日月潭比200公尺一样的竞赛的时候，心得跟今天的感觉有什么不同？哇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不累非常多，也比较知道怎么修正了。对对，大概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这过程中可以调整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特别在安排一次竞速赛的一个重点。为了让大家在这几天就是成长之后，更懂得知道要怎么滑，每一台船找到自己的节奏，那也很高兴大家都有发现自己的问题，继续修正。有没有记手表？有，可以看看大家刚刚的速率，速度6.9哎，6.9，我们5.9，平均前面就很暗，只有休息在等，可以抓那个后面最高速度，最高速度。对啊，那哦，十一啊，对，十一，对，最高速度，最高速度，11.3，最高11.8，11.8，哎，我们10.8，嗯，11.3，嗯，还有吗？你们是11.3，哦，最高10.4，哎，所以看起来自己每一台船的最高速度都有达到十，平均可以说十啊，十以上，这代表我们有在进水，达到一定的速度。我觉得这是好消息，对，是好消息，但还是不要高兴太早，毕竟海上还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OK。